签纸公告，东城区留学服务中心已于2018年4月1日签纸公园路，办公时间和联系电话不变。新地址：东城区公园路188号北方宾馆101。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2点，下午1点到5点。联系电话 ：01-2345-6789。特此公告。签纸公告。签纸公告。东城区留学服务中心。东区留学服务中心已于2018年4月1日迁至公园路，于日迁至公园路，办公时间和联系电话不便。办公时间联系不便。新地址：东城区公园路188号北方宾馆101。新的地址：东区公园路北方宾馆。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2点，下午1点到5点。办公时间至联系电话 01-2345-6789。 联系特此公告。特此公告。东留学公园的北方留学